Stay tuned and see how that one diagram looks like.看得出来，新能源充机站、服务电源、UPS、充电站之下，那我们的导控电阻是更低的，所以这个对它的相对技术难度进行一个打分。不像这样，然后我们的下游客户要求，主要是我们碳化硅的主要应用是在新能源汽车上，新能源汽车更大一些。但是我昨天好像看了，今天还是昨天微信上，怎么称比后半夜的低价，微来风。 在晶圆级呢，有一个晶圆级老化，今年换的口号是，弯道超车，然后到21年、22年。